感觉有点怪怪的。最近有看电影吗？我有拍一些电影，有看过啊。在多伦多看得到吗？如果看不到，看 DVD 也可以。那我的新专辑有听吗？啊，这个就对了。最近要唱一些新歌，好不好？先唱旧歌，再听新歌，好不好？旧歌我觉得最经典的一首歌曲，我今天把它改编，特地呢为了这个多伦多的朋友，《安静》这首歌曲。